这什么破地方，还一分钱都没有，偷这些玩意有什么意义？好，大哥，就这家诊所开着门呢。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不好意思，我大哥牙疼，你能不能帮他拔下牙呀？关门了，明天再来吧。不是，我大哥等不了了。那个，我是来实习的，我不会拔牙。他实习的也比我俩强呀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最好听话，帮我把我大哥牙给拔了，不然我俩今天拔你牙，你信不信？懒得说话。去，啊溜达！来来来，大哥，慢点。动手啊！愣着干嘛呢？快点，这叫磨叽。在这个，你干啥呢？你是不是忘点啥呀？啊？啊对，没戴手套。戴手套，戴手套，为什么你们戴手套了？我大哥疼成这样了，你不该打麻药吗？麻药？拔个牙还要打麻药？什么意思？瞧不起谁呢？锤！等一下，一切尽在我掌握。高端的牙医。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拔牙方法，我有一个拔牙方法，既不用打麻药也不会疼。那管用吗？绝对管用，我小时候就用这招。我小时候就是这么拔牙的，快准狠。动手啊。好嘞。给我把他的牙全都拔了。好嘞，大哥，别跑，站那。给我把他的牙拔了，我头好晕啊。咻咻咻咻咻，短。陈翔六点半。